对啊，逃狱中他拥有仿造人类的超高易容术，请民众格外注意前额特征。这个坏蛋大洋竟然逃狱。希望大野狼快点被逮捕，不然奶奶一个人住实在太危险。奶奶，我是小红帽。小红帽，你来啦！奶奶都流感了，哎，我来帮你开门啊。你干嘛吃大野狼？我都想。奶奶干嘛？我一边坐着。力求真实新闻及时发声 ，UDN News。